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子上，你我今日涉级而上，站在这凌云台的最高处，那真是壮怀激烈，意气风发呀。是啊，汉高祖的壮怀，我今日知矣。危难不在四方，而在这萧墙之内。什么意思？我接到密报，夏侯玄、李丰要趁太傅不在，起兵谋害你和子元。夏侯玄和李丰。也该动动了。不是吗？